玩吗？你不在这儿。你可消停会儿吧。咱们现在只议论男性。你说吴大靖可爱啊？可爱。嗯嗯嗯。你觉得这些男的谁最可爱？都可爱，我觉得这一批男的。你的意思比上一批可爱？上一批谁不可爱？成长的回忆。上一批谁不可爱啊，丹丹姐？最不可爱就汪苏泷、李雪琴、辣目洋子，现在就剩下孟子义和还有点好运。丹丹姐，完了，我要取代你们的地位了。啥意思啊？但丹丹姐说了，我现在已经不一样了，我大厉害了，我在她心中的地位已经取代你们了，你们要有危机感哦。对。他们老危机了，现在。研究一下他的房间吧，先。拜拜。哎，你一起去扶他一下吧，是我来。来，看房。走，来都来了。妈呀！我这个人是不是得需要个人领着呀？现在。对，我俩领你呢。看看房间了啊，我们。没事，我保护你呢。哇，农村人太暖了。那必须得让你第一眼看到房间。来了，男生寝室啊。男寝。Hello， 我的室友们呀。Hello， 老师好。Hello， 老师好。整完你好，整完之后明天又。你好。这大家都分好床了吗？我很好奇。你想看看你在哪儿吗？挺想看看的。哥，这儿，这儿这条缝，可能给你留了。哥们，大家都踩着我上床，上床的垫脚。里边不是有一个能赚钱的教对方技能吗？我教你写字，你教我弹钢琴吧。哦，教你弹钢琴。吴老师的水平太高了，我不敢跟他学。他对我太失望了。而且我手很小，我手连一个八度都很难跨过去。我觉得你的手很 wide， 就是特别好。哎呀，我要将来生了个儿子，我就必然把他扔去学钢琴；我要生了个姑娘，然后就学芭蕾。如果我有个儿子，我要会他。会带他去干啥？吃饭。还有一个胖胖的小儿子。然后我18岁，我说这句话有点……这有啥？还不让人有个憧憬吗？辣母，你想生姑娘，生儿子？姑娘吧。为啥呀？我觉得如果是姑娘，我能给她培养得很好。如果是儿子呢？儿子，我感觉我要多操不少心呢。我们先去买点水果吧。是什么？芒果。挑一挑，我们挑点好的芒果。你要不买肉呢？你会做 steak 吗？不太会。这是。你可以的，我不可以。买个这个吧，胡萝卜。你会切吗？有人会的。那买一个吧。这18块钱一个呀，这俩你要留哪个？这个吧。6啊，你看多便宜。66块钱，好贵哦。来吧。等一下。我可以买一个这个吗？我好想吃。啊，好，买。反正不是我的钱，谢谢。哇，谢谢。走吧。我来呢。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。最大的优势呢，就是我叫武大靖。我问你个问题，就比如说今天你要采访宋丹丹女士，你最想问她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哎呀，下蛋飞机到底那飞机停哪儿了？
我觉得业务能力稍微差点，在我们属于这个桃花坞最正经的媒体了。再给一次机会吧，我会珍惜，我珍惜珍惜珍惜。你们再问我点问题，我再走，给我点面儿。就是你们也知道我在综艺里面有很多名场面，这一季如果让我加入了，可能有更新的名场面。又来一个高斯，又来一个高斯。我觉得可以让他跟孟子义播一期。你俩单独有一个板块吧，那个节目就叫走钢丝。给妹妹单独开一个绕口令板块怎么样？绝对不能让650的时间耽误姐姐种地。对，我们不能让650耽误你种地，那不耽误了吗？哎，我可以带着菜进组。哎呀，带菜进组这个好啊，这个桃花坞黄瓜节必须得整一个了，大家就比看谁能把黄瓜整出花来。嗯。我得去工作了，我得卷起来了。高点吧，太高了。哇，这块木板可真好。哇，这些太卷了吧，给哥哥都逼成这样了。太可怕了，这个世界。做哪块的牌啊？我就做650的。那我这玩意做一个摆设。挺难画呀，可是家字也太难写了。哎呀，画挺好看呢。哎呀，真不错呀。哎呀，还好适合鸡，鸡就得来这矮的。咱俩现在卷起来了啊。不是，咱俩是别人挑剩下的活，咱俩就干一干呗。我们都是被卷进来的人。咱天天做牌。对呀、啊，我到时候把这插满了牌，这马路上全是牌。40块钱到手。这是我明天要穿的。对，你来你跟谁结婚？我大漂亮。你要跟谁？哎，宝贝儿，有男朋友了吗？没有，姐给我介绍一个。真没有啊？真没有。你也没有？没有。我们两个在北京天天粘在一块儿，这个屋的单身率过高啊。咋整啊，丹丹姐、啊、我们两个在阻碍彼此的爱情发展。你看我带了一件，我的还好。阿紫，哎，我明天穿，我们明天一起穿吧。我明天穿这个白的。不是要干农活吗？那这个能行吗？明天要干农活吗？这个每天都要干，你没有认清这个事实吗？天天就得干。喂马喂鸡种菜，我感觉这衣服都穿不上啊。对，我感觉呀，现在就整几身运动服。我给你们这俩防晒服最好用。是的，最好了。